感谢你再次收看台湾实价电视台保罗有约，我诚恳的在这里再次的邀请你们一起来关怀成全和一宣教。我们愿主来祝福所有收看的弟兄姐妹还有牧长同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今天邀请高雄林良堂的职场传道南玉成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他也是喜悦赴宴喜宴会馆的总经理。我们底下请蓝传道来做自我介绍一下。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实价受到张吉辉牧师实价电视台的邀约来采访。我相信透过今天职场侍奉或者是营商的宣教，使线上的弟兄姐妹更加明白如何在职场中为主发光作盐。我们也期待以下的采访。我们都知道你是餐厅的总经理，我想请问蓝传道，你为什么愿意到神学院去装备进修？可不可以做带子的传道？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其实我开餐厅开了24年了，那我其实信主大概10年左右。我在那里其实我有经营管理的能力，但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为什么我会到神学院就读？那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说我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在灵修的时候，读经祷告的时候，其实神给我一段经文，就是说那个玛利亚献上那个香膏啊，其实他把他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献给耶稣，耶稣其实在众人的面前称赞他这个行为。那其实我开餐厅，我常在想说，那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可以为主真正发光，如何去做？当然就是我的时间呐。那其实做生意的人最宝贵当然就是时间，但是因为时间是最珍贵的，所以我愿意把我的时间献给神。所以我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那也是为了未来我被神使用的时候，在真理中更加的坚固，所以我可以带领，透过神的话带领我的员工从真理中面对他环境的问题，甚至帮助我在这2年疫情期间，我因为有收到这样的真理装备所以我可以在面对每一个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话来帮助我、安慰我，甚至带领我，所以让我不会惊慌、不会失措，让我真正定睛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都知道做营商宣教还有职场的服事不简单，要面对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请问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经验？当然是有了。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在开公司其实是非常困难，尤其做餐厅那其实什么事情最主要我们面对到人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说我信主之后，我把福音带到我们公司之后，职场转化那如何做职场转化，就是我们职场宣教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职场转化就是说从职场转化里面改变人的心因为真理可以进到里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福音的绝对能力就要成就在我们每个职场工作里面。那其实我们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属灵的文化改变，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的同人之间有一些很大的奇妙的改变，就是在困难彼此之间本来原先很增进，常常会有一些那个，其实跟老板也好了。或者是跟我跟员工的关系也改变，那员工跟员工之间的关系也改变，因为神的爱进来，那神的爱就是那个福音的本质进来，改变了这个环境，所以让大家在工作职场里面跟过去比起来是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是环境里面我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人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第二个就是外在环境，那外在环境其实我们常常来，每天我们早上有祭坛，那祭坛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诗篇第16篇在祷告。那他说，诗篇十六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那其实我觉得这短短的经文也帮助我们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人的惧怕是因为那个心你看那个惧怕，那个中文就是那个心那心字旁。
人的惧怕是在于，哦，我们面对环境其实没那么可怕，但是我们的信心软弱。那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苦难。那当然，经营企业的人最怕就是环境不好，没有生意。那其实这两年疫情对我们影响也非常大，但是我总是在神的话里面，我常常被安慰、被鼓励。所以我觉得说，面对环境的时候，从真理里面更加的寻求上帝的话。神常常透过一段经文，你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一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在很多困难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寻求自己的方法。那其实这两年其实环境很困难，我们该用的方法很多人都在模仿学习，但是有时候方法进出了，但是环境还无法改变。但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不要只看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更加的有信心的依靠上帝。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寻求自己的方法，我们要更多的信靠依靠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才能帮助我们。就算我们在困难中，他仍然与我们同在，这才是我们在信仰本质里面，从职场侍奉里面应该要展现出来的。目前当前，面对当前的环境，尤其疫情那么渐渐好像有一点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底下，让很多的宣教的模式、传福音的模式稍微有改变，就像那个洛桑会议里面第59号特别报告里面就谈到营商宣教这个主题，尤其在面对目前的处境底下，我相信将来未来营商宣教是一条，我们要看重的道路。但是在营商宣教的过程里面，对营商宣教还有职场服事的弟兄姐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要请问南传道，如果当你面对这些困难，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你如何胜过？你的一些抗压性是如何培养出来？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刚牧师讲的非常好。那其实我们在营商宣教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只专注在某一个角度了，就是我们如何现在在讲说我们成为国度企业或大使命的企业。其实我知道很多宣教机构他们一直在宣扬这样的理念，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区隔，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对企业的精神是如何？我们有几个部分嘛？第一个，我们有社会责任。那我们如果是国度企业，我们有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那营商宣教不外乎就是为了宣教，那赚钱也是一个神允许的，神赐福给我们那个金钱的祝福，但是这个金钱的祝福是为了成就上帝的国。所以你要很定睛在你如何为神做这样上帝的国，如何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个部分可以更深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营商宣教重点是为了上帝的国。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我们要舍己的生命。若人要跟从我，就应该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国度企业里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如何与耶稣基督同工，一起共同面对这个营商的宣教。所以刚牧师在讲说我如何坚持这个信念，就是说我常常在灵修，常常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看到尼西米、但以理他们在面对生命中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透过祷告来帮助他完成所谓的大使命。所以有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尼西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或者是但以理经历几个君王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高的特质，就是说他们在灵修之外，他们的祷告很真诚，而且很深入，而且他们很规律的，就是与素常一样，就像但以理一样。所以我其实鼓励就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其实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多寻求神的话，然后在真理中兼备自己，然后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营商宣教其实跟国度企业其实是为了我们身上有神的托付跟命令跟使命，然后我们要依着大诫命、大使命，我们要成为那大使命
神的国度企业。所以其实我觉得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嘛，还有爱人如己。所以其实我们因着神的爱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带领到那个国度企业里面。所以国度企业里面不外乎就是要用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方法来管理这个企业，更要因为为了神，所以我们的企业跟一般的所谓的卓越的企业不太一样那上帝也祝福我们我们有积聚获财的能力其实祝福跟财务也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营商宣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策略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因着耶稣呼召我们，使我们在职场里面为主发光之外，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企业带到使更多人得到那个祝福。所以举个例子，其实我在公司里面我带领员工信主，那其实餐饮业他们要到教会去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六日是最忙的，那所以我在那里也其实也在做职场侍奉，就是等于是我的对象我是为了神的国度，那因为我们带领这些员工信主之后，他带他的家人信主，其实他会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而且后来我发觉这些员工成为我们公司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生命也经历改变，然后他们在工作职场里面他们所做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那样，他们会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人心的改变心意更新的改变，使我们更多的在国度企业里面营商宣教里面得到帮助。所以当我们企业文化改变之后，我们自然我们的财务的破口我们就会堵住，那我们就有积聚获财的能力，我们其实留的祝福我们就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有舍己的生命，但到最后我们其实还可以把祝福给别人。所以这个是营商宣教里面，其实我觉得虽然遇到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面对整个困难里面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阿们。营商宣教或者是职场侍奉，有时候他非常的忙碌甚至有可能比全职的传道还忙碌，所以两边常常服侍工作常常两边拔河。我要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如何管理你的生活，管理你的灵修请你来分享，我相信也能够带给很多想要职场侍奉或者营商宣教的弟兄姐妹一些启示。好，谢谢牧师那其实我觉得牧师讲得非常好其实做生意的人不外乎就是时间其实分配得很不均匀那我觉得上帝是管理时间的主神，时间是在上帝的手里。有，其实我过去我其实做生意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很多交际应酬。那我觉得因为我那些交际应酬只是为了要帮助我生意可以更好所以我去认识人。那其实当我信主之后，我把那些交际应酬的时间都去除掉，那我发觉我多出来的时间我可以去神学院修课完成学业，我可以在教会服侍我甚至担任义理路协会，现在义理路协会的理事长，我可以做社区工作，甚至我可以把我的公司治理好。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他把时间安排的。所以其实我当我回应神的时候，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其实这呼召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当我回应呼召，神给我这样的身份这个身份是我来自于我对神的呼召的一个回应。当这样子的话，其实我在时间安排上就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得救在乎归而安息，得利在于平静安稳。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富有的民族是犹太人，犹太民族。那犹太民族其实他们守安息日，那安息日他们就是七天做工一天休息，他们的时间比一般人少，但是他们并没有比一般人还要贫穷，他们甚至更富足，因为他们知道要分别为圣。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说忙碌的忙也是心心亡就是忙心死掉就是亡。所以我们有时候忙忙忙，有时候其实我常常想说真的有这么忙吗？那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有时候如何其实我最享受的时间是早上我起来灵修祷告的时间，那段时间是我跟神独处的时间，反而那时候是我就是我里面灵性上最好的时间就是说其实我
常提醒自己，其实现在事工也多，那其实我在教会里面也担当一些职位，那我觉得其实，但是我相信上帝给我智慧，那我在面对每一个困境的时候，我更有智慧的去处理，那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当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的时候，其实公司也可以治理好。那我现在都是在讲斜杠人生嘛，哦，斜杠人生就是一个人兼很多份职务，哦，那不外乎现在我发觉教会里面现在也在讲职场侍奉，所以有些牧者他其实他也有分担了很多不同的角色，他可能也有宣教的角色，哦，甚至我说过五重职事，那其实有些牧者他有不同的恩赐，他是先知，他是使徒，他甚至是教师，他也是牧师，哦，他也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其实，哦，我觉得说要时间管理，其实最重要就是分别为圣，然后你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建造，然后祷告中寻求上帝的旨意。当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每件事情安排上，你有意向，那上帝其实做工还是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常常说我们是器皿，哦，那我们器皿摆在哪里，上帝就成就那个事。所以我们不是依靠势力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回应的时候，你这个器皿，啊，你的承载，当你愿意倒空自己的时候，你才可以承载更多的祝福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面对压力或者面对那很忙碌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分别为圣，我们有没有真正在神的话里面兼顾好，然后寻求上帝的旨意，还是我们只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去做，那我们就很容易按着自己的肉体是软弱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崩out。所以我提醒，哦，不管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们在做任何事情，其实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哦，好好的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浸泡在主的话里面，真正得到上帝的帮助。主诗篇十六篇不是说你我在我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我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他有这样的祝福恩典。当你愿意跟随上帝的时候，其实这个祝福就会临下来。好，我们都知道殷商宣教不仅能够带给教会祝福，也能够减轻教会的负担，所以殷商宣教在目前的潮流底下目前正非常的兴旺。就我所知，现在包括很多亚洲的国家，当然包括都正在兴起，还有非洲、拉丁美洲，他们一些殷商宣教正非常的发展的非常的迅速，而且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要如何的配合一些全职的牧师来服事会比较好？就你的观察。牧师的问题非常好，那其实我常常提醒自己，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其实我们工作不外乎我们是为了神嘛，神预备为我们行的。那其实营商宣教不外乎也是帮助教会如何牧养职场内的基督徒，就是有些其实因为我们被呼召成为职场的传道，职场的宣教士，我们其实带领教会在职场现在很讲很多职场在提到7-3，就是把不同领域的职场的领袖带出来，真正在他这个领域里面成就上帝的国。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呼召，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发光，为什么人不是把灯放在斗底下，我们要在桌上照亮人。所以我其实当我回应神的时候，我去华省练职场侍奉之后，我开始一直不断的神就加添能力智慧恩典在我身上，很多的连结就开始了。那其实我觉得说如何帮助教会，那其实跟教会的关系彼此要一个配搭，牧者他们其实你要把我们要把我们在职场所面对的困难带到教会，也寻求教会的帮助。那其实我现在也是在协助教会，我们在做双职侍奉，双职侍奉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国度的侍奉，还有一个属世的侍奉。那其实我觉得教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圣俗二分，就是说有时候其实不要
认为说教会是圣的，然后好像世界，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做企业就是属的，其实也不尽然。那我们其实要改变这圣属二分的这个观念，然后我们把基督从从礼拜天带到 linking Sunday to Monday， 我们就是什么意思，把耶稣从墙内带到墙外。那我们帮助牧者也是希望看到这一点，打破那个墙的阻隔啊。当教会没有这个阻隔的时候，我们职场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服侍，也可以帮助教会。那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不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仍然为主在做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职场侍奉一个 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一般过去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牧者就说希望基督徒的领袖礼拜天来主日就好，有奉献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观念要慢慢调整。那我其实我觉得我是帮助我们教会的牧者，他们也明白说如何做职场侍奉。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你当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工作，他礼拜一跟礼拜到礼拜六都是在不是在教会里面的。那我们现在好像一周一到周六除了礼拜一教会休息之外，其他好像教会就摆了很多活动希望他来，但是事实上参与度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希望说，就是说我们如何帮助教会的牧者，我们也要有这个连结，因为我们知道说教会的牧者他们在装备牧养上面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像我的像我们同仁他们信了主，他们就到教会里面找小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小组长有区长牧养他们，他们就得到神很多话语的帮助。其实神是每个阶段，我可能是负责第一个阶段松土，然后带领他们信主，那牧养浇灌成长可能是在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跟教会之间的牧者跟教会的配搭是非常重要，我们是不同阶段，不可能有一个使命是我独立完成的。那其实我觉得共同的合作，而且我们其实企业都在讲策略联盟嘛，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教会牧者我们要彼此有配搭，按着不同的恩赐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这才是最重要的。刚刚蓝传道有谈到不可以圣俗二分，其实这个观念在这个洛杉会五十九号报告里面有谈到这一方面的信息，就是有时候不能把说全职的传道才是圣的，对，那代职服侍的人就是俗的，不是这样的。我也看过报告，好像是马丁路德还是跟加尔文他们都也是反对这种观念。所以其实圣跟俗不可以二分啊，就是我们都是在服侍上帝，都是神手中传福音的一个器皿，都是非常看重的。我想请问蓝传道，在你这个做营商宣教还有职场侍奉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最大的感动？最大的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啦，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面对疫情的问题，两年前其实我真的那时候一开始来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如何办，因为其实我想到一个，就是像彼得，一夜打网下网打鱼，整劳力自己，整个晚上都打不到一条鱼。其实那个心境我可以理解，那其实我的感动是来自于当彼得依从上帝的话，下网打鱼的时候，鱼出来得人如得鱼，网都撑破了。那其实那段时间神是我最大的帮助，他是我的安慰。那我的感动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甚至我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我完成我职场就是我的学位，我从华神毕业，那职场侍奉我也是高雄分校第一位职场侍奉拿到学位的，也是可能也是唯一为一位了。那其实未来我相信上帝有不同的带领。那第二个感动是我们经历了这些风暴，就像我刚刚在路上我听到一首诗歌啦，雨后的天空啊最美丽。那雨后的天空，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历风暴的时候，这个感动啊，我们在风暴当中我们是其实是只有惧怕，只有恐惧，但是有时候风暴完之后啊，那个天空啊真的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不尽，上帝如何帮助我们撑过这段疫情。
供应我们所需用的。所以其实哈，有时候其实，我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最近我领受了一段经文，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我们不是看神迹本身啊，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是如何成就的？是当耶稣的门徒把那五个饼两个鱼交托给耶稣，耶稣献上的时候，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献给神的时候，那个五饼二鱼神迹才会实现。所以我常提醒自己啊，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神？哦，不外乎我现在是我的服事时间嘛。第二个，我的餐厅，我的经营的方式，哦，我所积聚的货财，哦，各方面我可以让神的国度来使用。哦，那其实我觉得说，当你要把这一切献给神的时候，这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人有时候会有自己舍己嘛，我们最不容易舍己。哦，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少年官啊，他去见耶稣说如何进永生的门，最后他是一个官，就是他的金钱，他无法度过这个。所以主也常常提醒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生命很重要。当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在风暴里面走过这一段路的时候，其实回头一看，这个是很感动的事。你这两年的疫情过后，你会数算过去这两年上帝每一个脚步的恩典，虽然很困难，我们走过来，但是我们也生存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说，未来的道路也一步一步的要接受上帝的带领。谢谢牧师。我们都知道，营商宣教还有职场的侍奉，面对的挑战是非常的多哈，甚至超过一些全职传道的人的思考的范围啊。所以有些时候我想请问一下蓝传道，当你面对这些困境或苦境或挑战的时候，你如何面对上帝，面对自己，面对这些环境？谢谢牧师哦。那其实人最大困难是面对自己啊。哦，牧师讲到重点，那这惧怕也是从心里而出的哦。那我们有老我，我们有骄傲哦，我们甚至有那些不顺服的意念。那我常常提醒自己，保罗在讲啊，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个苦路，是一个不愿意顺服的心啊。当你愿意回转的时候啊，你把原先，其实我的背景啊，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的背景，其实要信主是很不容易。因为我其实我们过去的家族其实很容易依靠自己啊，我们有权利啊。那当你愿意把这一切都放下的时候，你真的放下自己的成见啊，有那种属灵的眼光啊，哦，你就会看见说，哇，原来在困难中也有上帝的美意啊。患难生忍耐嘛，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致羞耻。我常说，读到一段经文，雅各书说，你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你仍然要大喜乐。那我怎么喜乐的出来？那其实后来我明白说，哇，原来其实透过这些患难，神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哦，是要透过这些患难使我们从困苦中哈，脱离出来，致使我们自己的老我跟骄傲。当我们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器皿啊，你的承载的祝福才是更大的。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盼望着是我们看不见的祝福嘛，哦，盼望是我们所不见的。那有时候其实，神也提醒我啊，神能照着运行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句以弗所书3:20是我们在我们餐厅前面的经文。我常常提醒自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我们如何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如何回应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我们的跟随的道路里面，当然有十字架的苦路。我们这个服事的过程里面，神不可能应许天色灿烂的。有时候常常有高山有低谷，但是在低谷的时候啊，就是你仰望上帝的时候，哦，人生在低谷的时候才能仰望主，人生在高山的时候总是往下看，你就无法学会谦卑啊。哦，所以其实有时候在低谷的时候，在疫情来，或者在我们在每个面对每个侍奉的时候，人生在低谷的时候才是真正仰望主的时候。所以每次到低谷的时候，就是神要我谦卑自己，放下自己的成见，我们要属灵的看见。当我们如同彼得一样，所以为什么彼得到最后说，
跟上帝跟耶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饶恕我。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上帝的恩典主动施予给我们，使我们白白称义，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做称义。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这段期间我的心灵的感受，所以也求主带领我们啊，线上的每个弟兄姐妹，当你经历再大的困难的时候，仍然有主的恩典，有主的同在。谢谢。阿门。节目即将结束，我们邀请有观看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电视上或者是现场的一些牧长同工，有在做营商宣教或者职场释放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也为蓝传道他们的赴宴喜宴会馆来祷告，也为他的职场传道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为有观看的一些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当他们有做这些职场宣教或者营商宣教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牧长同工，都完全仰望交托在神的面前，求你加添我们一些智慧、聪明、能力、耐心、毅力，也还有一颗愿意顺服主的心，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按着神的心意来营商宣教，按着上帝的旨意来做职场传道。也愿神百倍的祝福这些为主来做营商宣教还有职场传道的牧长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也祝福蓝传道他们的赴宴喜宴会馆，也愿他们不受到疫情的影响，生意能够平安顺兴隆，还有顺都能够很顺利。求上帝与他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天上的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啊！今天孩子来到十字架电台啊，接受了采访，主啊，你也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圣灵的恩膏，主啊，你的灵要在我们身上，你用膏膏我们，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们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啊，你说这今天要应验到一切看到的人、听到的人身上。主啊，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国度中，使我们在每个职场的侍奉中都有你荣耀的同在。你也祝福我们，加添能力、智慧、恩典在我们每个软弱疲乏人身上。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为祭，也恳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个人一切的平安。虽然疫情期间，你仍然使我们有数算的恩典，你在我们知道，在风雨中我们仍然仰望你，我们相信唯有你的应许永不改变，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相信你必要把那平安喜乐的心临到我们每个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每个牧者身上，祝福我们身心灵都健壮，你也看顾保守我们未来的道路中领受那丰盛的恩典。我们将这些所得的单单荣耀你的名，你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节目即将结束，我再次诚恳地邀请你们一起来关怀成全合一宣教，并且尊荣宣教士。我们期待下次再相见，阿们。